居然勾引自己去世。理解您维护儿子的心情，我得回家了，儿子还等我做饭呢。喂，詹姆斯，帮我查查孟中夏，我要知道一切有关他的信息。沈总，你放过我行吗？我一大早起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出门就挨一巴掌外加一顿骂，我求你，求求你，让我的倒霉到此为止。不上车你会继续发生倒霉的事，比如说怎么也拿不回自己的手机。我的耐心真的很小，还不如你的身材呢。把手机还我了吧，到了你家楼下就给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我自己可以走。以后如果董事长想跟你谈任何事，你一秒钟也不要多待，马上转身就走。还有以后？沈先生，昨天晚上谢谢您对一个醉鬼的收留，不过我的工作也辞了，相信您以后也不会在24小时派人跟着我了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以后不应该再有任何联络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没人叫我啊？谢谢你送我回来，再见。不对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最好别再见。OK。
来了，起来了吗？梦想，吃饭吧。粥热了吗？凉了，喝了不好。手机没电了。啊，我昨天晚上没电了，跟你丁发阿姨喝了点红酒，就睡在那儿了。没给他打电话吧？没有。他给我打电话，说你手机不通。我说你没在家。这个项目呢，我们就跟着计划去做，怎么样？行。好，那就。要不我们把这情况告诉总裁。医生，我自当取措。你说什么？作为沈氏集团的董事，什么叫不正当的关系？我未娶她为嫁，做什么都堂堂正正。行行，我不是跟你吵架来的。关于你调回美国，我会尽量快跟你安排。别忘了你说过什么。沈氏集团既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是各位股东的。目前沈氏的全部工作重点都在中国，国内的市场开拓计划还没有完成，之前茶饮料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解决，我的龙滩诺连锁餐厅更是还没铺开。除非你有强有力的理由向董事会提案并且通过，我才会走。行，我们就公事公办吧。